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64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镜像钢索。我先回答各位一个问题，近期有一些朋友在评论里头提到说我最近的收音好像有点奇怪，前几个月的，因为我的那个收音的麦克风坏掉，所以我直接用手机来收音而已。那么呢，现在我又买了新的麦克风，那我不知道说你们是觉得哪里怪怪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说啊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是听在电脑里头看，我是听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了啊。那具体来讲的话，各位可以再继续给我反映一下，没有关系。那么这款镜像钢索的话呢，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，就很喜欢它的紫色，戴到身上之后，这个点缀有一点像是新世纪福音战士里头初号机的那种感觉。那实际上这个设定我是没有很清楚，但是我单纯就喜欢这个配色。不然镜像的玩具呢，其实我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了啊。那它跟先前的这个推出的应该是 SS86 吧啊，跟这个版本相比的话呢，第一它缺少了一个这个人偶，它没有了小威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两者的配色，它这个塑胶明显黑了很多，但其实我觉得更加的有一种威严感，有一种恐怖的感觉。我们知道在日版的 MP08 里头，它的钢索有一些的配色是确实比较暗沉的。那我们很经典的 DOTM 的 DA28， 它的一个这个灰色也是比较偏灰色。那这个感觉的话呢，我个人吧啊，我是比较喜欢的。然后它的这个地方涂上了一层的橘色啊，它应该是要类似是有一点像是要发光的感觉吧，我推测了啊。那它对整个玩具的点缀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加分啊，这里也加上一个紫色的涂装。那手臂的话呢，则是比较接近于本体的，当然还是你细看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。那这个的话只是为了还原到动画里头，把它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分色。脖子的部分呢，也从金色变成了这个灰色包括这个地方紫色也涂上去。眼睛呢跟头顶呢都是橘色的配色。如果这样子看上去的话呢，其实镜像配色的感觉分色来说应该是比较丰富一些。那包括枪的部分，这个地方啊都加上了一个涂装。那总而言之的话啊，在涂装这个部分我是给予比较高的一个评分的。那它的恐龙的这个玩具呢本身就是非常的好玩，它可以说是简化版的大师08号的作品。脖子啊，左右转动啊，嘴巴呢可以张开，张开之后的话有一些小细节。那牙齿也是有刻画，这一次有螺丝钉啊，所以照相的时候你可以尽量摆在这一边。手臂的话呢，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，手肘多了一个关节。脚的话前后啊，为了增加支持力度啊，还有一个齿轮，不是齿轮关节，是齿轮状关节啊。然后如果说这个角色的话，你要让它站立的话，你就是后脚跟啊稍微把它掰下来一点点，它的支撑力度呢勉勉强强的话呢还是可以站得稳的。那它的武器啊，奇怪，这个尾巴一直都小小分开，是怎么回事？那它这个武器的话呢，扣这个形状很奇怪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因为它就是这里有两个黑色的凸去扣这两个。那这两个部件扣上去啊，确实是有达到一个把它弄得更密合的一个效果。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话呢，反而觉得是不是干好像有点空了啊？那可能我们就自我洗脑吧，已经觉得说呢，这个武器就是应该扣在这里了啊。好的，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镜像钢索的变形过程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玩的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头的话呢稍微推出来，然后呢两侧肚子这里往两边给掰开来，整个掰出去啊，往上推，掰出去，头先往后放，先把这个人形的头呢给我翻上来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阻力，把它给扣上来，然后呢这个肚子这个地方挑起来，直接往上推过来啊，到这里有一个紫色的一个凸跟灰色的凹的一个结合。然后呢将手臂给恢复到原来的形状。拿这个手这里翻出来啊，有时候呢很紧啊，至少我手上这一款这个地方翻出来是真的是需要借助一下工具啊，我们把它给抠一下好了。好，把它给抠出来。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一侧会稍微好一点。那在腿部的变形呢比较简单啊，首先两侧一样，先把这个肚子给剖开，然后呢后面整个部件给挑出来。整个挑出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脚后跟推出去，翻到后面来看，这个很简单了啊。这个部件，这个双动关节在这里直接的
飞出去之后啊，以这个形状把它补进来，再扣上去就行了啊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样子放进来，扣进去。好，那么不知不觉的话呢，我们这一款镜像钢索的变形呢就已经完成了。后面的翅膀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自己去整理一下啊。好，然后这个龙头的部分呢，这里有一个凸跟凹，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，OK 了啊，蛮简单而且好玩的一个变形过程，在人形跟恐龙形态之间的转换呢，以这么少的步骤就把它变完，而且两者都维持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完整性啊，这个玩具我还是给予比较高的分数啊，有一个既有疗愈的功能啊，也有一个动头脑的一个乐趣，惊喜感也是很有，这个都归功于啊 MP08 那个模具非常的优秀啊，提供了后面的这些钢索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。那它这个玩具真正的认真要说缺点就是这个地方一个空洞啊，那你可以看到呢啊，后面几乎没有什么破绽，灰色的塑胶看上去比较舒服，紫色啊橘色这个很强的一个反差。那它的一个博派的这个 logo 啊，就是胸口之外两侧也都有印上去。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配色的话呢，如果说你没有原色版本的情节，我自己会真的会比较推荐说入这一款镜像的配色啊，各方面看起来都相当的可以。那关节的紧实度什么的，我觉得也目前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松动或怎么样。那据说还有一个 G2 配色版本，它会是一个豹纹的配色，有点像是 Monster Hunter 里头那个轰龙的配色啊。那一款如果真的是有推出的话，我相信啊，我也是抵抗不了，也是会把它给收进来的啊。那这个我们就也看一下，还是介绍一下它的基本的可动啊，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个模具，头部360度的转动啊，手臂的平举，因为这里有一个空洞啊，360度的转动啊，手臂和头肌的转动，手肘弯超过于90度，拳头的话呢可以转动，而且比较偏紧一点点，腰身也是可以动的，脚前后侧踢啊，前后动有一点齿轮的一个关节，侧踢就没有。但支持力度还算相当可以啊，膝盖的话呢也有一点点齿轮的一个卡住的一个感觉，接地这是都有的啊。那么呢，言而总之的话呢啊，这一款模具本身优秀，这个配色喜不喜欢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